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中国军演北戴河会议之后，昨天晚上哦，中国的官方媒体公布了李克强跟习近平的画面。首先呢，习近平有公开的视察画面哦，他视察的是哦辽沈战役的纪念馆，而且他强调要振兴东北经济，但是呢，距离东北不远的美国跟韩国正在进行联合军演，同时李克强也有公开行程，所有的行程都跟经济相关，特别是李克强公开喊话，他说呢，中国的经济大省要负起责任，而且要一起过紧日子。好，今年中国的经济真的很吃紧，林林种种，包含了内需、房地产、外销以及银行体系都是风暴，同时疫情跟限电都还在恶化。四川这一回合大规模的限电停工哦，已经冲击了丰田的汽车供应链以及富士康跟苹果的供应链，而这一回合中国的经济的恶性循环哦，当然也有可能变成对外的这一个政治压力。在内部的部分哦，这一个维稳跟这一个防止政权的变动的压力更加的紧缩。对外一方面哦，习近平追求的是连任，另外一方面是军事的扩充跟民族的主义。昨天央视的主播发了影片，直接痛骂拜登变拜鬼。紧接着今天中国官方的媒体直接说，日本的政治人物跑去靖国神社也是去拜鬼。好，连续两天骂日本骂美国是在拜鬼的同时哦，一方面美军哦发射了义勇兵三型的洲际弹道飞弹，同一时间太平洋之龙哦有联合五国的军演，而在这个东北亚的美韩也重启联合军演，这背后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待会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有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陈松兴老师，大家好。再来是科技公司总经理吴金龙总经理，大家好。再来是前海军军舰舰长吕吕师，大家好。再来是王志胜，大家好。再来是吴杰，大家好。再来是黄创夏，大家好。好，我刚刚讲哦，北戴河会议之后呢，同一时间中国官方的媒体呢曝光了习近平的公开镜头，也曝光了李克强的公开镜头，而且呢，《华尔街日报》今天立刻做了相关的中国经济专题报道。确实，全世界现在观察中国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旦它的经济有大幅的修正跟回落，一方面冲击全球的经济，另外一方面呢，影响的是政治跟军事。好，创下，我刚刚先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华尔街日报》哦，追踪中国经济处境的专题报道。现在哦，这个中国经济三驾马车通通出问题，而习近平开完会了，开完会之后呢，他曝光的行程跟李克强的行程哦，都有重要的意义。北戴河会议结束了，但是呢，当然大家知道说二十大之后习近平会连任，但是后面北戴河之后，中国的政治安排看起来还是方兴内未艾的内战。习近平出来之后，他去了一个很特殊的行程，而且央视把他公布，他又去沈阳去看辽沈战役的纪念馆。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呢？一般人讲都说，当时的时候辽沈战役呢是整个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可是对习近平来讲，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要在哪里？当时他被端掉了，胡宗南端掉了延安老巢。习近平告诉你说，我就算老巢被端了，但是很快的可以反攻回来。所以他坚持到底的意思，透过去看这个战场，去展现就是，就算你当时的国民党有美军装备最新的军队，我反攻的时候还是把你给打垮了。所以也是向美国在喊话，但这条逻辑吧，我照样可以，就是端到了老巢，我照样可以反攻。所以就告诉你说，所以延安被端掉。那第二个状况是什么？过去的时候呢，你知道习近平要证明他是人民的领袖嘛？他先前的时候已经讲过，深圳的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的功劳。是他爸爸的功劳。他去延安这边，他去沈辽战役这边也是一样，把儿子爸爸老子好汉，儿子就是英雄。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内部里面在重新讲沈辽战役当时为什么能够打赢，是他爸爸和彭德怀呢，在整个辽河附近，不在整个是那个整个陕西附近呢，抵挡了胡宗南的军队，让林彪的军队可以在辽沈战役打赢，所以真正的功劳又是他爸爸。
所以这场战役还是他爸爸，他是延续着老子英雄儿好汉，所以他一定要继续的做下去，他才是人民领袖。这是习近平向全中国传达的，就是一定可以打倒美帝，一定会重新站起来，而且他是从他爸爸延续的红色血统。而这样一个红色血统之外呢，哎，李克强也现身了。你看呢，李克强呢到了一家企业的门口，跟一些年轻人做互动，最重要的是跟现在的动态清零完全无关。他没有戴口罩，告诉大家说大家要好好的过紧日子，经济上是有状况的，财务上是有状况的，可是呢几个重要的大省应该要扛起这个肩膀去过这个苦日子，所以他就有一个重要经济大省的一个座谈会，所以这里面呢视讯去讨论，希望这些大省们你要扛起来经济的日子，可是你就看到他们对抗还在进行，因为在这里面整个中国里面他在深圳开这个会，那中国里面的经济大省重要的地方有没有北京？当然有。有没有上海？当然有。可是他开这么重要的会议，国务院总理蔡奇还有李强，通通缺席。所以蔡奇和李强就是习近平的亲军，然后他们掌控这样，所以你看到李克强还有跟习近平他们之间互相的争斗还是在继续进行。而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华尔街日报特别讲了他的经济出了很多状况。中国统计局在公布七月份里面中国的制造业的 PMI 达到49，还是低于窟窿龙窟线，这是第二次，而且呢整个中国的经济越来越惨。泰晤士报特别去讲中国现在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有三条路线，三个景气都不行，房地产最惨。泰晤士报特别去算房地产里面呢，现在整个中国全部的空置的公寓有6500万户，这样一个泰晤士报想说每个英国人去买一户拿一户都还够用，这么多之下呢，所以它占了整个中国的 GDP 39%，现在就空在那边。而今年呢，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第二季的 GDP 只剩下 0.4%，比第一季的4.8%还巨幅的下降，而目前为止中国房地产被蒸发掉的市值达到了550亿美元，而整个中国的银行现在已经有出这么多状况了，而中国78%的资产都跟这些银行有关，那已经是金融和房地产有大问题了。没想到你不是有三峡大坝吗？你不是有一堆水力发电吗？四川竟然通知要限电，因为什么？天气太热，枯水期不够，整个降雨量减少了50%，所以从周一到周六，四川的工业用电要暂时的停工。这一冲击之下，有21个城市跟这些工业有关，19个通通被限电了。有16500家的公司在四川的部分都受到了影响。这里面其中包含了在成都呢，有富士康，富士康专门在那边组装的就是 iPad 和 iWatch。那现在你一停工，对于苹果的这个供应链在这方面的产品产生了重大影响，京东方的 LED 还有 OLED 的面板厂也在这里受到影响，还有丰田在这边有一个工厂通通就受到重大的影响。所以郭明清讲说，如果四川这限电继续下去照样出状况的话，富士康和苹果恐怕都会受到重要的影响。好，那我请教陈老师哦，刚刚看到北戴河会议结束哦，习近平视察的是东北，然后呢一方面他还强调要振兴东北经济，另外一方面他视察的是这一个辽沈的纪念馆，那一个是国共重要的战役之一，可是李克强立刻哦公开行程喊话，而且这个喊话说中国的经济大省要过紧日子哦，现在看起来整个经济的处境哦显然还在恶化当中。是的，我想中国经济啊目前看起来所有的数字啊都让人家感到十分的担忧啊，即使是说比较乐观的出口那一部分，唯一正向七月份来讲的话，那里面也有很多学问。不过我要先提一下，就是说习先生到东北啊，我想他有很大的一个政治意义，主要是针对南韩跟日本而来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经济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因为他们是有分势力范围的，现实的来讲，虽然是贵为国家总理啊，他只能管得到的是财政，所以他要求地方这个大省啊能够增加对中央的这种财政的贡献，否则的话那其他的省份目前的话进入到一个财政困难的一个实况。那另外金融的部分的话是刘鹤控制的，所以克强也没有办法做，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理解是说很严重，所以他需要去处理。那我们如果来看他七月份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其实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啦。第一个来
讲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是说它的工业生产啊也在下滑。哎，照理讲它是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哦，你怎么会订单不是还不错吗？为什么会是下滑？这不是跟你现在讲出口很好很奇怪吗？另外一个啊，它一直在强调消费，消费其实也不行。那这个另外一个要强调就是说出口的部分。可是我们来仔细一看的话，发现一件事情。中国的出口数字啊，海关的数字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海关数字差距甚大，啊，差了可能快要1000亿。那么这里面就和很多地方可以去兜了。那我们再去细看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呢，中国当然是补贴啊，让他们这个出口能够更顺畅一点，等于是说上游控制成本，让他们可以出口债。但是出口的时候，因为美金，所以它事实上可以看出一些的数字债了啊。不过，我们大概没有人会预期下半年它出口单会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啊有封城之后，你的供应就不稳定，所以很多的外国的厂商啊，目前订单都在转移中。那里面包括义乌上个礼拜是封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下半年它的出口也没办法支撑。换句话说，它的三驾马车，地方没有财政，没有办法做基建。那么消费不足，然后再看到出口也不行，所以是蛮严重。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应该是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啊，过去的我们讲的好，非常羡慕。其实它的经济奇迹啊，有好几个要素，其中一个债务就是不断的举债，另外一个是说国际间啊，因为有全球化，因为利用它的工人市场等等。可是呢，现在的环境很不一样，因为第一点就是说供应链，我们现在在走逆全球化，我们讲回到本国来啊 ，onshoring， 或者是另外一个叫 friendshoring， 就是说到友好的国家。换句话说，供应链已经在移转了。你看看这一次的单子就是这样改变。另外一个，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大家世界的人都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你不能够学习以病毒共存，而是用这种社会经济成本这么高的这种动态清零？那第三个，他又退出了所谓的这种我们讲的这个全球的这种绿色合作的谈判，所以这个里面很严重。那他自己国内的部分也是一样啦，就是说不管是总经啊，或者是他意识形态，我要强调一下意识形态，因为啊意识形态部分就是说，他走到中国第三次的这个历史文件的革命，国进民退，全民这个富裕代表什么事情？代表是说民间企业没有前途。那民间企业是他经济的动能所在，这就很糟糕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国际的环境啊，过去大家都希望跟他合作，跟他投资。那他这一次在台海演习之后，更是加深，因为北约本来就已经对他很感冒，而且认为说他是构成一种系统性的一种挑战。那换句话说，供应链目前在重组，那有一些的领域是在对抗，在台海，在南海，还有呢在人权领域都在对抗。那唯一本来比较有机会合作的是在新冠疫情的部分，或者是说气候变迁，现在这两个他又不谈了。所以这个关系啊是日益的孤立啊，我觉得他是对内内宣可以的，但是对外来讲我们看不出来他这样对他的经济会有帮助。我们来看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因为拜登先生这两天签署了一个新的法案，看起来这个法案是为了要遏制这个通货膨胀，其实里面包括绿色经济，他正在采行这个类似罗斯福时代的大政府主义啊，这所谓的绿色新政。而同个时间里面，习近平是做的是反其道而行，他是推动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那换句话说，他都在走回头路。当美国他在走绿色经济，走向大政府，再去带动他的经济发展，再加上他的货币的能力在，所以呢，美国即使这次的衰退会有机会衰退，但是呢，他要复苏也很快。倒过来，中国的话，基本上科技也是一样被切断，资金也被切断，国内呢又在倒退走，这种情况之下就很难。那代表什么事情？我来看下一页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因为它的国内的经济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基本上是无法克服的。第一个就是现在已经在爆的债务的危机，这是债务的泡沫太严重，他这次又想做泡沫也很难。所以我们看啊，人民银行降息是很意思的，老实讲他现在是在流动性的陷阱，也就是市场流动性很多，你放再多也没有用，但是他已经波及到金融的稳定，所以这个是当前的一个挑战。第二个，他的老百姓的财产都是在房地产，现在房地产是缩水的，所以他的中等收入陷阱又一次显现出来。那他就管制资本流动，怕他流出去，可是你的人口已经老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四个问题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能力在短期之内能够做到一个改善。所以如果不能改善的话，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经济
确实有可能应该很快会进入到衰退，这不是开玩笑。那陈老师，我打个岔，他这一个主要的大结构非常类似日本，是的，就是说债务拉到了一个超级天花板的泡沫的顶点，可是人口的结构也同步的老化，而且当年的日本还没有跟天下为敌，他现在还有创造一个国际间的天下为中、天下反中的国际氛围哦。是的，是的，我在下一页的时候开始跟大家讲一下跟日本有什么地方相像的啊。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的债务跟 GDP 比啊，今年大概持续要创新高。这一张图里面啊，你可以看到黑色那条线是它整体的负债，它一直在往上拉。那这一次如果再放的话也是一样，所以它为什么政府部门会有一个辩论，就是说负债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地方政府也没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它的负债已经走到了极限了，那么没有办法再走下去。可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啊，在那个右边的这个表，我拿来跟日本做对比啊，当然左边的轴跟右边的轴是不一样。如果我们看啊，这个橘色的这个部分看得出来，中国的这种负债，不管是家计负债或者是企业的负债，它那个成长的速度的角度很挺了，那个讲起来都四十五度以上的。换句话说，正在快速的恶化中。那如果我们都在对比来讲，看日本的部分就可以理解一下，日本在当时也是一样，类似这么样的一个角度，快速的恶化。然后接下来就持平在这边，那日本就失落了几十年下来。好，我打岔，就陈老师，你现在这个图表的这个右边图的右边的橘色，好，它的结构跟它的斜率非常类似八零年代的日本。是的，是的，日本当时的结构跟斜率也是这样子。是的，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会讲说它经济会走上日本化，是因为它国家在控制，会隐藏住，否则的话它就是这样。那这个证明一件事情。这个习先生所推动的双循环的政策基本上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不是要超越美国吗？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啊，你在内需的部分已经没有机会，你国进民退之后只能够创造收入的这些民企基本上都已经倒掉了啊，那软趴趴了。那你现在只能靠国企，可是国企的效率又很差，一旦出口在年底之后我们看到开始抽单已经很明显了啊，那你出口也没有，那基建已经没有项目，地方政府又没钱，那换句话说你的双循环政策基本上应该是已经失败。所以我们来看啊，基本上政策里面让人家大为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新文革跟全民互惠。新文革就是第三次历史文件，它走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你这样子等于是完全走回到旧路线。你把这个邓小平，因为第三次就是会反邓小平而来嘛，你等于是把前面改革开放的成就全部把它推翻掉。那你要回到过去的话，中国目前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你不管是民企或者打有要有资本的，或者甚至教育什么都改。那这种情况，老实讲，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动辄就是封锁，老百姓跟企业怎么会有信心投资呢？我们来看下一页，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人民银行的一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从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你可以看得到，目前那个等于是在跳崖式的这种下坠。那么从我们目前看它实际的消费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大概看得到很多的新闻，可以理解一下中国目前的消费信心前面下滑。它在社会融资里面，融资为什么会减少？基本上就是没有信心，不想借钱。而且你看它信用卡的呆账突然增加，信用卡就是高利贷了啊，也是一样。所以这个看得出来状况真的很不好。所以我们在讲啊，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经济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说，他目前不是说我要寻求科技独立吗？我要这个建立自己的红色供应链。其实这个做法不是跟俄罗斯当年一样吗？很苏联嘛，就或者是朝鲜。那这个是一种做法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看到说朝鲜跟这个俄国现在的经济是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会把这些的不良资产跟负债藏在银行体系里面，因为银行都是国家在控制。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银行他没有办法提供融资给社会，给这个消费者，那他经济就是慢性的下滑。慢性的下滑就是我这个右边的这两张表给大家看的，就是说中国经济全球的预测都是长期性的，一定是往下走。接下来如果你看它的十年期的国债的利率的殖利率的话，你看基本上就是走向日本化。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没有办法太乐观。我们必须要很审慎看到，就是说目前看不出来它有什么能耐，因为假设说货币政策放松，其实你大水漫了之后也是没有用，因为没有人要钱嘛。那你说你要做基建，地方政府已经没有钱了，
因为你土地卖不出去，你的财政就困难，那你还能做什么？只靠出口。那出口别的国家目前有可能衰退，而且正在转移它的产地，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它这个三驾马车的前景不得不保守看待。而且照日本失落三十年的调整，这个可能是很长期的结构调整，这个可能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可以处理的调整。我想西方国家要对中国恢复信心，然后做贸易跟投资的往来，这个是很难，因为我们的厂商的投资不管哪一条生产线，这个都是很长期的。我新的生产线到了印度到东南亚去，基本上没有一二十年就不会转换的，所以这个东西呢，长期下来看的话，五年十年要说到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能够获得改善，我看是不太容易。好，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国对台湾的军演过后，北戴河会议过后，昨天晚上呢，央视曝光了习近平的公开画面，他并没有公开谈话，可是他有公开行程，同时呢，李克强有公开谈话，也有公开画面。李克强再度强调的是中国要过紧日子。那过去两三年以来，本节目的忠实观众朋友一定经常看到哦，我播放李克强说要过紧日子的相关的谈话，但是每一次都比前一次紧，紧到现在只好拼命大内宣。怎么宣呢？昨天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央视主播直接骂拜登是拜鬼。今天呢，最新的新闻，党媒非常不爽日本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祭拜靖国神社，所以今天骂日本人拜鬼。所以昨天是美国总统拜鬼，今天是日本政治人物去拜鬼。好，志胜，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前一段是央视主播骂拜登是拜鬼，然后紧接着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直播港澳台的这一个节目，也是对内大内宣、对外大外宣的节目，它的封面就做了这一张图，那个警告各位日本粉丝网友，这张图不是本节目做的，这是中国做的。那我们把它截图出来，它下了什么标？他下的日本人投降77年之后举国拜鬼，因为这两天很多日本政治人物去靖国神社，是没有错。我觉得中共可能这个鬼月的关系哦，这两天一直把鬼放在嘴边哦。现在看到央视刚刚看到的那个 VCR， 看到说他竟然称拜登是拜鬼哦，这样的说法来批评这个佩洛西访台的整个的过程哦，而且那个说法其实是蛮很人身攻击，蛮不礼貌的。哎，对。对，上次央视这样子是骂蓬佩奥是人类公敌，对对，但是你要把他，但是还是人类公敌，还是人啊，你把拜登变成鬼啦，对，是不是鬼？因为你刚才讲说，他讲说无论拜鬼还是搞鬼，反正都是会被戳，鬼把戏都会被戳穿。哇，你从头到尾把鬼这个字放在眼里，这是对拜登哦。那紧接着又对日本。这个参拜靖国神社，那事实上这个是因为8月15号这个就是日本战败77年嘛，然后日本有几个阁员去这个参拜靖国神社，包括了新任的安保大臣这个高市早苗，那中国的媒体就又抓狂了，现在说你去拜什么靖国神社就是拜鬼，所以看起来日本也是拜鬼，美国也是拜鬼，这个在果然在鬼月的把这个鬼字不断的放在嘴巴上来讲，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呛虾，其实只是满足了他的内宣跟外宣的工作，可是如果你回来看，现在美中之间真正交锋的议题，除了军事，除了台海，还有几个科技的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受到关注跟注目的。根据中国的网信办12号所讲出来的情况，他们现在要求像刚刚讲的 TikTok 啦、字节跳动啦、腾讯啦、阿里巴巴啦相关的网络平台的演算法，初步要求提供给网信办，提供演算法的结果是什么？有两个状况，第一个，中国掌握这些演算法，你就可以掌握整个相关的网络的监管秩序，对内可以控制内部，监管内部，对外，如果像 TikTok 这种是对外的演算法，在你掌握之中，你是不是可以透过这种东西去影响外部的这样的情况，那所以网络会变成美中之间下一个致命交锋的领域。好，那明姐刚讲到中国更加从严控管网络，而且大内宣大外宣这一个宣扬民族主义更强烈的同时
美军事实上哦，行动上很强硬。首先是我们刚刚讲到，昨天晚上他发射了义勇兵三型的洲际弹道飞弹，紧接着太平洋之龙联合五国的军演，然后在东北亚，美韩也直接联合军演。对，确实哦，其实除了台海情势紧绷哦，那这两天在这一个东北亚的一个局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啊，因为今天这个北韩突然在凌晨的时候哦，那朝黄海哦发射了两枚巡弋飞弹，而且这时候这个时间点非常敏感哦。那虽然有外媒解读说哦，这是因为这个南韩的新任总统尹锡悦就职百日哦，不过我们观察哦，特别是我们如果比对先前哦，其实除了在台海军演，这个中国也宣布哦，八月份要在黄海跟渤海军演，而且长达一个月时间哦。所以这时候突然朝黄海打了两枚飞弹哦，有网友就戏称说，难不成是要打解放军哦？那更敏感的是，刚刚其实前面已经看到说，这个习近平哦出关之后就到辽宁去这个调研哦，那这个位置上也非常接近黄海哦。那所以为什么其实先前渤海、黄海会军演，其实现在也有一个方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当然因为这个习近平到辽宁，当然在渤海军演某个程度也是护驾的行动哦。那当然，如果这两枚北韩突然打出来的飞弹背后到底针对谁，我个人研判当然还是针对即将要进行的美韩哦的联合军演。那因为针对美国的这一个军演的动作哦，北韩其实今年以来已经打了数波的飞弹，所以像前一次在黄海这个地方打所谓的这个弹道飞弹哦，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美军的航舰林肯号曾经进入南海演习，所以那时候也射飞弹对美国示警。那接下来因为8月22号开始哦，那美韩要开始恢复所谓的已知自由护盾这项过去长期就已经进行的这个联合军演哦，那中间演练的一个等于说想定除了说这个南韩遭到北韩的攻击之外，其实也等于说纳入首都纳入哦，在俄乌战争中间，那以这个俄军以这个各种网络攻击，然后乌克兰用这一个无人机来防护，都会哦对这一个南韩政府在进行相关的演练，特别是他们也把他们半导体的这一重要的一个工厂、港口、机场都纳入防护的设施。那第二阶段才进入这个美韩实质的真正军事上面的一个联合军演动作。那除了在这个部分哦，在这个先前夏威夷附近的海域哦，确实也在进行一项叫太平洋之龙哦五国的联合军演。不过中间我认为这一次哦主要的重头戏还是在这个美日韩三国哦某个程度的一个军事盟国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强化，特别是过去哦，如果有美日军演，韩国就不参加；有美韩军演，日本就不参加。所以现在借由美国是中间的一个斡旋者角色，同时把日本跟南韩纳进来。那特别是这一次哦，太平洋之龙这个军演，它主要的一个演练科目是在进行这个各种飞弹跟导弹的一个防御跟追踪。所以这次其实很特殊的是说，美军除了派出他的伯克级的神盾舰两艘之外，同时还有这个日本也派出摩耶级的最新的雨黑号，还有包含像南韩则出动的是中大王级的首艘是中大王号，这三型的这一个等于说舰艇都配备神盾战斗系统哦，所以对于这个导弹的侦测都有一定的能力。那这一项演练的目的跟背后，无非是未来用于拦截可能是来自于北韩或中国导弹的威胁，那能够同时分享情资。而不过要拦截这些弹道飞弹，当然美军有少数的伯克级是具备哦这个海基中程反导的能力，要配备标准三型飞弹。那日本现在已经在加速采购，未来摩耶级就可能具备哦这种从海基能够对这个各种中程弹道飞弹的拦截的能力。那对于这一个南韩未来是不是哦已经开始加强跟美方的关系哦，那不甩中国，其实近期还有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南韩跟中国的外长先前在青岛会谈哦，那会后中国外交部就出来片面宣布说，南韩已经接受哦过去中国所开出的所谓三步一线的条件，结果随即被南韩的外交部打脸，说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因为特别是三步一线哦，对于南韩来讲，第一个他要求南韩不要加入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第二个不追加部署萨德，第三个不推进日美韩的这个三方军事同盟。但我们对比刚刚讲的太平洋之龙，就是在强化所谓的这个三方军事同盟，同时一线就是必须要求南韩要限制运用萨德系统，包含我们推测可能是譬如说不能够开启它的雷达对中国内地进行所谓的这个相关的搜索。但是南韩也特别强调它完全不甩哦，这对于萨德系统来讲，除了因应可以防御北韩的导弹威胁之外，他们认为对于保卫南韩主权也有重要的意涵，所以这一个议题是没得谈的。所以从这个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南韩确实在这个的尹锡悦执政之后，已经慢慢的朝美国开
这个推进，那等于双方的军事的合作关系也会越来越多。那除此之外哦，除了亚太地区北约的盟国，这些德国、法国近期也动作非常多哦。其实除了先前传出说德国派了6架台风战机哦，那准备哦要飞到这一个等于说整个亚太地区来进行这个相关的极速太平洋2022的联合空中军演，中间呢会先到这一个澳洲进行一项漆黑军演，之后也会飞到包含像日本跟南韩，那这也是二战以来哦日本跟德国空中战机首度联合军演。那中间最敏感的是这样的战机未来有没有可能穿越台海，也是德国媒体这个瞩目焦点。那德国媒体甚至推测说画了一张相关的航线图，那把所有可能性都标示出来，不过德国空军的司令并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哦，那只有强调说会走国际航线，那这当然也会造成未来解放军紧盯德国战机它未来的一个航线。那特别这次还加派了 A330 的空中加油机全程进行加油。那还有包含现在连最新的法国这两天也派了3架的这个飙风战机那到这一个印太地区直接飞到澳洲东部，那飞了72小时，中间经过连续的空中加油，也部署在南太平洋。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不只是台海情势紧张，整个东北亚整个印太地区都因为中国的耀武扬威哦，这个整个情势都越来越紧绷。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国一方面对台军演，另外一方面它确实也在新增海军的部署，而且这一回合它部署了最新的攻击潜舰。其实我们看到这张图啊，它是今年五月出现的一张图。那这张图呢，那其实它原来的标题是什么？它原来的标题是科技感十足啊，水兵餐厅是大升级。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餐厅啊，那但是我们要画错重点，看到左上角这一个也就是 039D 的部分，就是一个新的那个柴电潜艇啊。那为什么说它这么特别，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呢？也就是它的帆罩的这边啊，事实上来讲它是像一个菱形的结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那个研判它大概就是今年成军呢？因为事实上去年它还在海试啊。那但是它海试之后，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穿的是白色的军长服，也就是在今年四月以后出现的照，那个才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如果我们来看看它部署的位置呢，其实针对性非常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事实上来讲，解放军它的核动力潜艇它部署在北部战区跟南部战区，那以东部战区虽然有，但是它最主力的是所谓的柴电潜艇。为什么要柴电潜艇呢？因为事实上柴电潜艇最适合台湾东部海域。为什么？因为台湾东部海域的水深2000公尺。那2000公尺，而且柴电潜艇事实上来讲，它比核动力潜艇来的安静的多。刚刚所看到那个食堂内的那个饭厅的照片呢？事实上是这 093D 的这个照片。那这个照片呢，一般来相信它未来可能跟原籍一起部署在大蟹岛的这个位置。大蟹岛的位置其实就在舟山市的外这的南边一点点。那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照片啊，我们看这个卫星照片，我们就会发现说它其实非常的隐秘，然后但是而且它不断的在扩建啊。那个红色是现有的，那大蟹岛这边是黄色，这边呢它就不断在扩建，意思就是 039D 它会不断的新建。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当解放军它部署在东部战区的时候，事实上对我们台湾的压力更大，所以我们的潜舰国造势在必行，而且要持续推动。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李克强昨天现身，他直接喊话说中国的经济大省要扛起来，要过紧日子。那一方面动态清零几乎形同超级经济自杀，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封杀令一波比一波强，所以全世界都在看中国经济究竟会恶化到什么处境。好，
这个金融大哥，我们刚刚看到史蒂芬·洛奇，他是出身摩根史丹利，非常了解中国，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现在对于中国经济的展望看得相当的悲观。那一方面哦，林林总总他内部的问题哦还在恶化当中。另外一方面哦，美国商务部哦，事实上哦，上个礼拜在晶片法案过关之后，紧接着他的封杀令哦，他就开始限制半导体的 EDA， 而且未来连这个14纳米的设备据说也要限制哦，这个也有可能使得中国的半导体跟全球的电子产业哦带来新一轮的变化。第一个哦，美国哦宣布就是从10月14号开始起禁止用 GAAFET 架构的 EDA 软体输出到中国。那我们简单讲一下什么叫 EDA 哈 ，EDA 叫做电子设计自动化。那么我们因为 IC 是非常的复杂，在那小的晶片里面要放几亿颗的电晶体，所以呢，不可能很一定要用电脑用复杂的软体去。那么这个 EDA 呢，这个软体就是专门做 IC 设计用的。那么 EDA 在全球现在大部分是掌，它是一个寡头垄断，掌握在三家公司，第一家叫做新思，叫 Synopsys， 第二家叫做易华，叫 Cadence， 那么第三家是西门子。那西门子这一家公司其实它原来叫明岛国际，它是西门子底下的。明岛国际呢也是个美国公司，是西门子把它并购。这三家公司呢几乎占全球大概75% 的一个市占率。不过呢，我觉得这一次美国的出手是一种警告的意味，因为呢 GAAFET 呢目前事实上目前只有三星的3纳米有这个架构，而且三星的3纳米真正要量产事实上还很久，基本上如果按照它的那个法说会来讲是2024年，但是它现在它已经号称它已经量产。那这个部分呢，他警告，因为如果 EDA 一禁下去的话，中国的 IC 设计全部都没有办法用。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有一个叫华大九天，但是他可能会比较简单的 EDA， 如果复杂的 EDA 他就没有办法了。那么接下来他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美国他也同时宣布要管制，我们一个叫做超高能系的半导体的材料。啊，这个什么叫做超高宽，就是说宽能系呢？这宽能系基本上我们就是所谓的化合物半导体，那基本上有的就是说第一代第二代，这不太恰当啊，应该讲第一类第二类的。有些把它定义成第三类半导体的材料嘛。对对，那这个它现在禁止输中的是第四类的，这个第四类它一个是氧化镓，另外一个是金刚石，其实是钻石，但是因为写钻石大家觉得会有一点奇怪，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新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它还禁止那个增压燃烧技术升输中。那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好像就是美国的 Lam Research 和还有那个 KLA Tanger， 他们有正式接到商务部的信，就是说14纳米以下的设备禁止输入中国，要输入以前要申请许可。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比较那个大的问题，这个大问题呢就是造成现在因为我们从2020年下半年到今年的上半年两年的时间缺货行情很厉害。那么缺货行情很厉害，我觉得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而且现在可能开始算库存清库存了嘛。而且已经很严重了。我可以跟大家各位观众报告，前一阵子我看就是我们在半导体有一些经销商，大陆的经销商，他们发现现在几乎所有的东西以前一个晶片一晶片难求，现在满街满谷。他举个例子来讲，在大陆的中央电视台他们有播出一颗原来卖3000块人民币的 IC， 现在降到600块。那原来卖200块人民币的 IC 现在降到10几块。也就是说价格砍得一塌糊涂，而且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消费性电子。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来看，其实今年上半年整个全球半导体表现还很好，还从就是整个半导体全球的产值有两
就是说3074亿哦，这个年成长是大概是22.7% 左右，但是这其实是最后一波啊，就有一个波。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它全球，事实上我觉得今年原来哈预期成长更高了，但是我把它下修，明年会下修。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 Intel 是一个警讯，像陈俊胜也说这个黑天鹅太严重了，它代表Intel 它第二季的营收是153亿美金，如果用 GAAP 的话，就是标准那个会计，是它是年减22%，大家都在成长22%，季减16.8%。那我要告诉诸位，它已经输给台积电了。对，台积电第二季的营业额是181亿美金，所以台积电正式超越 Intel。那今年的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了，那今年 Intel 它预计只有大概650亿到680亿美金的营收，年减是9%，这个是还蛮严重。那它的主要 Intel 主要核心是个人电脑，但是它个人电脑呢，第二季的营收也是年减25%，但是跟 Intel 是冰火两重天的是超微，超微第二季的大幅成长，它第二季的营收是成长70%，而且它资料中心还成长83%，对，资料中心成长83%。Intel 以前是靠资料中心是支撑它原来市占率非常高，然后它的 PC 部门 Intel 刚刚跟各位报告是年减的，但是呢超微是年增的，为什么？就是超微吃的 Intel 的乳酪，所以呢它是这样。那它另外一个电玩部门，这个是超微比较，就是我们现在的Sony 的 PS5 啦，还有那个微软的 Xbox 里面的 IC 都是超微的客制化的 IC，所以那另外一个当然除了它的 graphic card，graphic card 现在是有很多，待会稍微跟各位再报告一下。另外它的嵌入式部门呢，是因为并了 Xilinx，所以呢成长了大概20几倍了哈。它今年的营收呢，预估呢是261亿到266亿美金，也是年增，但是它对今年的 PC 很悲观，今年的个人电脑呢，它认为大概会衰退14%到16% 之间。那 PC 以往是承载很多的半导体，所以 PC 衰退PC 跟它相关的会衰退的很严重，所以半导体立刻反转。对，半导体立刻反转。好，那 NVIDIA 怎么看？NVIDIA 呢，事实上以它的财报看起来还可以，它第二季就是说，如果以我们用日历年度来看，它是82亿美金左右。那第三季它的预估是81亿，但是呢，它主要的原因是游戏卡就是 graphic 卡、绘图卡。那这个绘图卡呢，主要是在做什么？在挖矿，挖矿因为有一些绘图卡被挖矿。那么原先呢这个绘图卡，因为它的绘图卡很贵都是上千块美金、几百块美金。那么以前呢，它是公司有一个建议售价，但是在市场呢，往往是3倍、4倍、5倍的价格在卖所以很多人赚很多钱。结果呢，从去年开始的那个一直跌到现在已经跌破建议售价所以这个是它的很麻烦。那超微就是说那个 NVIDIA 是象征这个整个 graphic 就是那个绘图卡 GPU 绘图晶片向下，那这个会影响那再来我们看记忆体，记忆体是美光，美光第二季营收还不错有年成长，季也成长，但是它第三季营收就，第二季营收是86亿美金，第三季就是68亿到76亿之间，所以是下跌，而是下跌的，也就是说美光率先示警。那么记忆体为什么会下来？因为记忆体是用在各种不同的，比如说 PC 要用记忆体手机要用记忆体，很多东西都要用到记忆体，连电视也要用到记忆体。那么这个记忆体下修，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如果记忆体下修的厉害，三星的营业额很可能会比
台积电还低，所以台积电今年说不定有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好，就是说其他人都下修的很严重，台积电相对没有那么严重，就相对强了。对对对。那但是晶圆代工的二线厂现在也很严重。现在是这样哦，因为哦，我跟你讲这个，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台积电因为良率非常好，然后呢，跟客户的关系非常好，所以现在晶圆代工现在呢 ，IC 设计公司要砍就砍二线厂，好，他不敢去得罪台积电。就台积电现在像美军一样，大家不敢得罪，不敢，其他军演在那边叫嚣，可是遇到美军就赶快闪。因为他除非万不得已，因为砍了台积电以后回不来，所以现在我跟各位报告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哈，立积电。它已经第一个下来，它的产能利用率下修。第二个哈，世界先进也下修，下修到80几个%。中芯半导体也很强啊，它的第二季营收表现很强，它也对第三季叫做速冻急停哈，就是说下游的需求哈是下来的很厉害，所以中芯半导体预计第三季的产能利用率会跌到90%。以下，或者是大概在90%附近、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跟各位有时候有人很就大家有兴趣，就是3奈米哈，3奈米呢哈，目前的进度是这样，三星号称，他在6月30号，没有人这样哦，6月30号他说他上半年要量产，所以6月30号就宣布他量产了、那么台积电呢，实际上他已经。在今年下半年慢慢的 Apple 已经开始下单了、Apple 下单呢、下个1000000片、2000000片现在大量了、而且台积电目前传出来的消息良率非常好、那么三星的状况是三星除了3奈米以外它 导入一个新的半导体结构、叫做 GAA 那么 GAA 这个结构呢事实上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半导体架构、那我们简单讲半导体的架构大概分3个阶段、最早传统的半导体架构是一个平面性的、FET 就是一个场效电晶体然后到了比较先进的是、就是我们叫做 FinFET 骑士场效电晶体然后再接下来就 GAA 那么三星在3奈米就导入了但是它的良率不好但是它后来为什么可以宣布量产呢因为它是找了一家叫做它原来的客户叫上海盘系半导体、这个也是做挖矿 IC 那挖矿 IC 是怎样一般挖矿 IC 都是小 IC 而且它比较简单、这个小 IC 呢良率好很多也就是说大 IC 为什么 Qualcomm 他们不在他那里下大 IC 良率不到 10%、小 IC 可以到 40%、所以这个情况它号称量产但是台积电已经真正的量产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同时在 IG 脸书 Twitter 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追踪收看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